花莲县文化局延续去年玉里一起玩的热度，今年邀请到声声剧场演出家贫如潮的在大水之中，改编自台湾布农族大水神话剧码，寓意深刻。县长徐正卫和现场民众及小朋友从头看到尾，十分入戏，也深深着迷。巨大的水难啊，我这个袋子我一个人怎么可能解决啊？哎，怎么办？该如何击退堵住河口而造成的淹水的大蛇鳗？声声剧场的团员们拉着台下小朋友一起来想想办法。这出改编自台湾布农族大洪水神话的剧码，声声剧团结合戏剧、肢体、吟唱、乐器、面具等手法，探讨关于人与自然、生命与土地、自我挑战的勇气，幽默轻松的音乐、肢体与戏剧，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冒险、轻盈化解困境。可是啊，他们也终于发现，这一场大水的起因来自自己对大自然的破坏啊。五位团员以被弃垃圾制作的面具、偶以及傀儡道具，再加上集体歌声、乐器等演出形式，故事鲜明，寓意深刻。县长许正卫和现场民众及小朋友一样，相当入戏，从头看到尾，一同享受戏剧艺术的乐趣。而刚才说那一只大蛇鳗，为什么会越来越胖？对，因为我们丢了很多不该在河川里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大蛇鳗都又越吃越大了。所以这表示我们不可以把不属于大河里面的东西、大地里面的东西、大海里面的东西丢进去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那我们期待下次再相见，好不好？我们期待下次深深再给我们另外不一样的剧码，好不好？花莲县文化局延续去年玉里一起玩的热度，今年邀请声声剧场演出家贫如潮的在大水之中。世界级表演团体来到玉里镇，突破了地域限制，提升国际视野，为玉里镇注入更多的艺术能量，激发了镇民对于家乡的无限想象。记者石玉兰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